用防载以及现在比较新的科技，我们可以在里面缝进去蓝牙喇叭，我们可以缝进去测温度的 data logger， 我们甚至可以回应长官担心说万一妈妈抱得太用力，那小家伙受伤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在里面缝了鸡蛋。所以各种的问题都可以运用一支防载那去收集我们以及测试所想要做的事情。